我会用我毕生的运气来把这一把 AK 至少升级到一双小手套，让我成功。停！我要秒杀小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冠贤又来喽，今天又是 Skin Club 环节，最好玩的抽箱网站。那我们 Skin Club 呢，就是一个最可靠而且很最公平的一个开箱网。那在这上面呢，你可以找到所有 CS 的皮肤 skin， 那大家也可以在各大的那个职业赛场上比赛等等的，都可以看到我们 Skin Club 的踪影，所以它是绝对是一个很可靠的，而且是公平的哦。更多的武器变化，一个箱子不一定只有一把刀或者是一个武器，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试试小试身手。应该也介绍过很多次啦，如果还有各种不一样不知道的人呢，可以到我们之前的影片去观看。那我们这边就大概再介绍一下，那它大概有几种玩法，一个就是开箱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升级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battle 环节，大概是这三种主要的玩法。那我个人最喜欢的当然是升级环节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抽箱子。我们的资金可能有点不够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在这里赢了好多 skin 啊。那我们也可以用直接把它卖掉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做升级。例如说，我们可以直接点出售，那它这样子呢，它就把钱返还到你的钱包里面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留着，或者是甚至你想领出来也都是可以的。OK， 开抽。不知道大家过年的时候有没有也上来小试身手啊？就是过年领压岁钱啊，领那个年终奖金啊，感觉大家可以应该有人有上来试个身手吧？有的话可以在留言区我们讨论一下，或者是抽到什么好料的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再抽一个，我们一样啊，先收集一点皮肤，如果抽到屌的，我们就可以选择卖掉，或者是你可以留着领出来用，那或者是拿去再升级，都是可以的。冲！手套！啊！好可惜，每次都跟手套擦肩而过啊，总是擦肩而过。虽然说我还没有在这里抽到刀啦，但是基本上如果是单纯抽一抽然后来玩这个升级的那个玩法，基本上是有可能可以回本的。回多少不确定，但是有机会可以回来。对了，你看还有我们凯瑞跟大表哥，那就抽一个凯瑞跟表哥的。来吧表哥，给我一点祝福。Fuck！ 怎么总是这样子呢？再来一个吧，给我一点点鼓励啊，爱的鼓励，微鼓励。刀子，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个啊！哦，我只能说，我可能就是这么的差一点啊。那这个就是开箱啊，你可以选择更多不一样的箱子，它也有这种贴纸箱，如果你是喜欢玩贴纸的人也可以来抽贴纸。那下面当然也有一般的箱子啦，不然我们抽这个。如果有一点闲钱的话，或然后又刚好手痒痒的想抽抽看，那就可以来这里。我觉得是不错的，这个橘的发亮感觉我有感觉。哇，一排蓝色啊，我的天啊，给了一排蓝色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玩那个 battle 环节。 battle 这个我也觉得也不错玩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你要看一下这边的价目表价格，你加入这个战局就要花这个 4.9 块。这个玩法就是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给大家看看谁抽到的那个 skin 的那个金额加起来是最
有的是比最多，有的是比最少。来来来，两边都差不多哦。还有，好像还没有一个决定性的那个 skin 出来哦。不会吧？哇，这超刺激！大家抽的都差不多东西，都是零点零几的。有没有？他们赢，他们0.078就赢。好，这样都输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今天感觉小衰、欸。当你把刚刚你抽到那些东西有没有，你就给它先放一点上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只要点一下，或者是你可以在右下角这边挑，就大概挑个30块左右的应该可以吧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用洗的也可以。其实有60%应该都是很容易中的，我们就可以慢慢换了，先换个10倍回来。啊！我靠，今天走一个超级无敌衰运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再一次，我不信。我们这次放一只，然后再一次，我不相信。怎么可能？我平常都做很多好事的欸。最后一次，我会用我毕生的运气来把这一把 AK 最少升级到一双小手套。这样才对嘛！当然，你升级完之后，你也可以直接卖掉，就是你可以再一直升。像我是会一直升啦、啊，就是在往上，再慢慢往上加。这个只有30%，我们就直接冲，不怕。今天那么衰，反其道而行啊！越衰的人越幸运。有没有？越衰的人越幸运，越衰的人越幸运，越衰的人越幸运。大概就是这样子一生，所以我说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翻啦、啊。但是当然，如果你有换到差不多价格的东西，你觉得 OK 了，那就可以准备收手了。例如说，你今天只玩了60块，你已经换到这个63了，你也可以，如果真的被我们换到这个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卖掉，让我成功。所以我就说了吧，见好就收，那 要停就停，要卖掉就卖掉。今天感觉我不是很那么幸运啊，有点小衰啊。OK， 今天又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，这个 Skin Club 就是这么的好玩。我们可以偶尔有点闲钱，不一定要拿去抽别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再来玩这个，很刺激。你也可以玩小小的，好不好？好的网站介绍给大家。OK， 喜欢 CS 的各位，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